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蝶，一个在大厂打工的名校毕业生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我是26岁，很快就27岁了。所以我想趁26岁的时候，搞清楚我自己在想什么。再加上我平时的 vlog 里面，大多数都在跟大家分享我在做什么，但是很少跟大家分享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想什么。对这个问题我其实还蛮好奇的，你们会好奇吗？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。2023年3月底，我从交大硕士毕业后正式入职了某互联网大厂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几乎每个工作日我的行动轨迹都一样。早上8-9点起床，不慌不忙的洗漱。没错，这个时间点起床不算早了，因为通勤时间较短，早上就会慢悠悠的。刷牙的时候，我大概在想今天有哪些工作上的 DDL， 这周的 vlog 素材拍够了没有， vlog 标题要怎么起。不瞒你说，这期视频的 idea 就是刷牙的时候想出来的。买个美好的住，去啊，先看。涂防晒霜我一直会忘记，括号懒得涂。最近每天都记得涂，所以涂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夸自己。今天也想起来涂了，真棒，要坚持。1年前刚开始坐这趟公交车上班的时候，还会很紧张的听报站，现在就游刃有余了，发发呆，听听歌，从来没坐过站。今天上班没听陶喆，在想早上刷牙时想到的 idea， 在脑袋里彩排。最近下班之后，除了看综艺、学韩语、学英语，还会在 iPad 上写写画画，很解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美丽的周六，打算出去吃吃东西，看看电影。昨天是快乐的周五，晚上呢，我请小陈帮我染了一个黑头发。染发呢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周五晚上心情大好，想着好久没有倒腾头发了，所以按照惯例染个黑发吧。今天美丽周六，打算来化个妆。终于，防晒还是很重要的。我的皮肤是个大干皮，
哦，我还没有上遮瑕之类的，算了。手法很生疏，效果一般般，大干皮，浮粉严重，鼻头还干到起皮了。无所谓，化妆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很满足了。这个妆还是画的比较朴素啊，但是我会涂睫毛膏了。我也尽力了，我这是弄啥嘞？我尽力了，朋友们。好，今天的妆容以及发型就弄到这儿吧。我好肿呀，要不要画点卧蚕呢？算了，好看吗？好久没化妆了，好看吗，朋友们？好的，这家店每次来都大排长龙，所以此刻能安稳地坐在店里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每次来都点豆腐汤的我，好想去，好想去韩国吃那个嫩豆腐汤。在吵什么？不知道啊，随便吃。这是蛋香的。我这个脸啊，巨干无比，这里啊，干得很，蜕皮。睫毛已经不翘了。26岁的我最大的幸福是，妈妈和爸爸也在上海，我坐2个小时的地铁就能看到他们。欧耶！哈喽朋友们，我们又来找我爸妈了。耶、yeah. ！我爸妈说他们做了腊肉火锅，还有小瓜炒牛肉，都是我们爱吃的啊！好期待，好饿，好饿！今天天气很好哦，这是我新买的麦，是不是这个比亚迪0310？就它，上车 ，Go Go！ 哇哦，朋友们，准备吃午饭了 ，Amazing！ 腊肉火锅，然后我爸爸还在炒小瓜炒牛肉哦。蔬菜、腊肉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碟。啊，回家吃饭就是很开心哦。还香。腊肉火锅。尝完了啊。尝起来。哎呀，没好吃，没吃。好香好香，豆豉。豆豉和那个腐乳。今天拿点黄牛百万年，是麦克风，刚买的。我想你买那个了，都不回家了。后面我就用个空的，来花姐姐。哎呀，你不晓得，那是没这种话，不用了，拿点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吃。我给你啊。这样子。嘿嘿。拿入新的姑妈汤也是。嘿嘿。这两年的，虽然在很多观念上。跟爸妈有分歧，毕竟是两代人，代际差异大是难以避免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是我最亲的人。26岁的我慢慢学着去理解他们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我爱她，我总是想念她。那天下午阳光很好，我们坐在阳光下，我靠着妈妈听她讲了好多事。我们约好2周后带妈妈去体检，她说近几年只体检过一次。26岁的我好像要学着去多照顾爸妈，
督促他们去体检，督促他们多休息。走嘞，稍微修复过话，都是晚上过嘞。嗯，你不过年，你这往这等个过年，一年过，过年二天的。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，捋捋心里的想法，不要让那些情绪掉在地上。这么看来，我的生活还挺丰富的，我过得也挺开心的。那26岁的我每天在想什么呢？无非就是工作，美食，想要的东西，兴趣爱好，家人，生命，成长。我20岁的时候好像想的不是这些。那我明年会想什么呢？我30岁的时候会想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看吧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其实我的每一支视频呢，也都是对你们的问候。你们最近在想什么呢？也欢迎过来跟我分享呀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